大家好，我又跑到瑞穗瑞雄温泉旅馆来泡汤了。今天又包场，因为今天是下雨天，也是泡汤的好日子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哇，又包场了，你看这个钟乳石状哦，这个结晶，铁矿泉的结晶，好，然后呢，满满的温泉花，可以看一下，真的很棒。下雨天都是要来泡汤，然后自我修复最好的方式就是泡汤了，不用到日本的油马，到台湾就有了。你看这个泉池颜色哦，真的非常非常深。一般啊，这一带的温泉因为很怕水管阻塞哦，有一些温泉业者呢，他们会怎么样，就没有那么浓稠了哈，它会稀释。但是这家呢，原汁原味的，然后真的你看一下哦。很棒，下雨天来泡汤最舒服，是舒服。那今天真的下的还蛮大的，我就来这边，先来这边泡汤。好，所以有机会来这边泡汤，真的非常非常舒服。花150块可以享受到这个大洞池这种泡汤的乐趣，这不用去日本，就好像去日本一样。而且这个泉池在日本大概只有有马温泉有。那这个瑞穗温泉呢，它这边啊，这边的泉质啊，甚至啊，它的含铁量啊，远超过日本，真的光是看就知道了哦。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拜拜。